战花孙哲和大汉进行跳球，战花率先拿到没有得分的状态啊，在第一节将近打了快两分钟时间，好球，汉密尔顿打一个球领人，漂亮。说要听妹子的声音啊，这个调整不来啊，不是说能有这个。朱远熙外线的突破之后，再吊个篮下的大汉，汉密尔顿这球是上一个汉样，依旧是替补时间去出战，那这样的话会把孙哲给换下，好球，汉密尔顿，又是朱远熙的前场板，今天北京队在前场慢球的保护做得非常好。阿隆杰克逊的场均得分只有20分，但是整体的效果也一般。好球，汉密尔顿。底角这边赵泰隆突破之后，这边面对两人的防守被大汉直接盖掉。麦克哈里斯还是一段漂亮的侧影，好球，焦灼帮助。侧翼往里拖，篮下再给到汉密尔顿，漂亮。过程当中给赵泰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是今天无奈转换的进攻当中，我们看这边杰克逊再给过来，汉密尔顿上篮打进，2+1。这是继续做个人调整啊，今天汉密尔顿最后一次三分的机会，汉密尔顿的中距离还有，经常的转换进攻，翟小川这边面对麦克哈里斯走左手的上篮，又是汉密尔顿。又是前场的3-2的转换进攻，再给到汉密尔顿上篮再中。这边场外的观众传来一些不是上线，这边杰克逊篮下的大汉，好球。大汉外线的三分球还有啊，这两分。汉密尔顿继续是没有朱彦希来打挡拆了，漂亮的节奏，再给到篮下的汉密尔顿，继续是两名外援的配合篮板。面对汉密尔顿这边。这边又是朱彦希的三分球，漂亮！上线连续掩护段江鹏，再给到篮下大汉，还有麦克哈里斯也没有办法。又是汉密尔顿关键性的防守，这边拿球之后得马上就犯规了。这样的话不犯规的话，这样的话比赛就打完了。那么最终的话，北京队是103-98，非常艰难的战胜了。